大家好，想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，转换健保公司的截止日期是1月31号 Oscar Healthy Care 和加州全保的保险专员已经准备好会回答你的所有问题。在这一年当中，也是唯一的机会你可以加入或者转换保险公司，这么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，他们会免费帮助你完成注册手续，一旦你符合资格，保险专员就会帮助你拿到最低的保费，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知道你合不合格。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我们荧光幕上的电话号码了。